三七，结婚这么多年，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给你场求婚。宝宝，嫁给我好吗？多么讽刺，眼前这个满眼爱意望着你的男人不久前出轨了。宝贝，这样你喜欢吗？讨厌，恋爱99天的惊喜就准备了这个呀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吗？三七，你听我解释。放开我，别碰我。你听我说，离婚，顾佳玉，我要跟你离婚。离婚？你做梦。现在离婚，我多大损失啊！他就是你上次半夜去见的女客户吧？我真傻，竟然信了你的鬼话。天下就没有不撒谎的男人，我撒谎是因为我爱你啊！是，出轨是我的错，可出轨也不妨碍我爱你啊！就当这一切都没发生过，乖，我们还是恩爱的夫妻，不好吗？你先起来，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，赶紧接戒指啊！老板娘，你不会害羞了吧？有房有车有颜值，老板娘可真有福气啊！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很爱你，这个婚注定了。好。哇！亲一个！哇！来，我们拍个照吧。顾佳玉，我不仅会跟你离婚，还会让你净身出户。证据搜集的越多，越能让渣男净身出户。这个没玩过吧？我可是很厉害的。谁说我没玩过了 ？PK 吧。那待会输了可别哭鼻子哦。老公，这个游戏机好久没玩过了，咱俩 PK 一把。你多大人了，幼不幼稚啊？赶紧回家。原来你说的幼稚是和我最后的幼稚。还十个脑壳，说好了，我来了。好疼啊！你手上的证据还不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他已婚，我是被小三的。他骗了我，也伤害了你。我们合作，把赔付带上。老板娘好，嘉豪不跟我离婚了？为什么不愿意离婚？我放手让你跟他过不好吗？现在离婚，我会损失车子、房子。再说，建立起这个家不容易，二婚二十又好离，不划算。原来如此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跟他分干净了。以后呢，我们要好好过日子。三七，你可真执着，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好处嘛，房子车子都归我，你净身出户。哈哈哈，我净身出户，你凭什么？出轨、家暴，这些证据不够了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证明你出轨。你，老板娘出轨了！老板娘出轨了！天哪，怎么这样的事情啊？老板娘，对了。还把我们的亲密合照发到了你们公司群。你是不是疯了？现在可以签了吗？看什么看？滚！都给我滚！